去找手感的机会。嗯，刚刚那个球就是放了太大的一个空档。这边吉尔贝克单打成功，找到外围，结果又出现了失误。连续两波的失误都必须要付出代价了，单手暴扣，大逼飞进来了。再想要交给大 B， 篮底下包夹已经来了，没有办法阻止他攻击篮筐。确实啊，真的没办法，你并没有很高啊。篮下抢了凶，老吴拿到，阿吉塞给大 B， 篮底下站满了人堆，大 B 还是拿下两分。右伟整体对抗大 B 的麻辣火锅，联盟的助攻王。有点随便哦，带步再塞往禁区，没人防守，双手暴扣。嗯，永生这球打得非常有耐心。国成要对上来，地板反球，大兵的麻辣火锅 ，Not in my house。钢铁人要葬送晋级，哇，这一次的火锅再次挡下了悟空的上篮。